哦，以前我跟你讲，讲真嘅，以前嘅歌手就是老一派的歌手哦。即卖当然嘛无啊，大家国宝拢升起来做像阮种嘅已经升级啊吼。对。以前嘅歌手真正，因为吼，男一手现场嘅，就是无迄个电视通去看，因为无啥物 KTV 啊，嘛无咧到电视吼歌手看吼。所以以前嘅歌手真正最厉害，尤其阮拢唱迄个台语老歌，第记就是记三拍歌词，啊，但是唱到足习惯嘅，所以吼，阮迄个记歌词嘅迄个能力真正足好。像我背日本歌，我有法多嘴，对阮兜，比如讲像阮兜哦，去到兜啦，我就会当家己收。一首日本歌，全部歌词拢背起来，那种能力还很强哦。自从 KTV 开始咧做，自从迄台电视拆出来了后哦，你学歌是紧啦，因为有电视通看嘛。但是你袂记你歌词，佫较紧。这首学完，这首看完唱完了后，咱佫去后一场无电视时，咱佫袂记你要怎唱。电视了后吼，咱佫袂记要甲编出来背有无吼？尤其吼有电视了后。大家姑娘真正加较无遐尼啊，正业吼，伫背歌词，你讲要叫因背实在足困难的。就是若有电视，因我都甲这首歌摕起来唱；但是无电视，因这首歌都袂摕出来唱。唔是讲伊袂晓唱哦，是因为歌词袂记住。大家若无电视，就是唱迄个平常时因为咧唱的歌，啊无大部分像即卖的新歌嘛，拢一拍的歌词尔，对无吼？要讲三拍的歌词，拢爱台语老歌，非常的少啦吼。嘿，啊，所以像因种的，像阮丁子轩种的，真正是即卖讲的奇葩。旷世奇才，真的吼，要找种个讲吼，唱无同款的歌就算啦吼，伊可能足够唱台语老歌，像伊常以前拢在唱什么月山岭啊吼，嘿啊像眼叫凶个啊吼，嘿啊就是凶个台语老歌，什么哦，会伫恁讲会出什么妈妈歌星啦，妈妈请你啊，播中古白首的就拢伫，种个台语老歌三拍伊拢我都拼命出来唱吼，迄实在是能力有够赞的吼，啊重点。记足济呢，伊嘛无叫迄台电视影响着吼。啊，你讲台语新歌，人伊袂晓唱哦。啊，尤其伊摕出来唱的歌吼，是平常时无人咧唱的。你若讲咱听着别人咧唱，啊，有种时候啊，就有这条歌吼，啊，咱会甲摕出来唱对无吼？更毋是，你唱种的曲型，我会记除了我了后，我都毋捌阁听过歌手唱过了。我今仔是头一摆听着，真是已经偌久的时间了吼。哎，这搁唱歌啦，我落尾我后来这几。年当中吼，因为台语新歌，啊是讲我提出来唱的歌，足侪我去舞台顶，我拢免写歌单，伊去舞台顶，老师啦吼，头家啦吼，歌手啦吼，拢把我的歌拢已经想好啊。啊，今仔我要想要唱你，听你唱一条，我今仔想要听你唱一条，我根本家己都免点歌啊，因为歌拢叫我点完啊，就算是家己想要提出来唱，包括这条口型。我嘛几百单唔爱提出来唱啊！他到你咧唱时阵，我试着拢卖看歌词吼，我无一拍会记你的。听你咧唱啥潲，而且不要听你咧唱啥物歌词，我都当听无呢。我头壳完全都无这个记忆吼，干那有迄个音乐，因为口型这个节奏非常的强烈，伊就是伊的节奏足强的有无吼？嘿，所以他听出来的那种节奏感非常的好。所以会记你迄个节奏感尔，歌词完全拢袂记你。伊咧唱的时阵，我拢无看歌词，我嘛听无伊咧唱歌，啥物歌歌吼。嘿，这是感恩你足厉害的，足佩服你吼。嘿，所以吼，伊大概伊若到有现场时阵，我拢尽量甲讲吼，我你若要赶场，我莫去延长你的时间。你若无赶场，你尽量唱歌给我听吼，因为太爱听伊唱歌。第一是因为歌声赞，第二是因为伊拢会提凶的。做唔捌咧听，咱平常时喊你听一个歌，咱伊若听伊唱，才知影伊阁有会记这条歌的存在。凶的歌，伊足厉害吼。所以咱即摆吼，我尽量莫讲话。伊今仔会当唱几条，咱就会唱几条，安尼敢好？对，我够勇敢。唱到明仔哦，明仔无多呢，人后壁阁有场的，你阁有人跟咱做这场尔哦。你若讲做这场，来唱三点钟，甲你唱伊，我咧讲，我以为阮丁子轩真正配合都做好个吼，尤其对我伊真正对我做好个，但是我嘛足听话，人伊咧赶场，我嘛足乖个了，真个我配合都第一个了，嘿，所以嘛足配合我个吼。好，安尼今麦阁继续听丁子轩唱无同款个歌。好，来第二老歌《中红高勇敢》，开得可以哦。嘿，嘟嘟嘟嘟。
是你个你个，你的脚在进步，就是每次在当吃和江苏霸主团结，所以谢谢。